东升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TSH BIOPHARM， 这是该公司第一次获奖。感谢 HRHR 对东升华的肯定。自前年开始，我们揭开了改变的序幕，带领全员走在改变的路上，开启永续经营的幸福企业。我相信这与我们落实为 2.0 有所呼应。我们追求价值创新，深耕当者态度，积极培育专业领域，同时也致力提升和谐幸福的工作环境。今年我们更翻新了办公室，创造活泼且多元的共享空间，相信将能激荡出许多的创新思维。东升华属于健康事业的一环，除了提供全人类健康服务之外，同仁的健康更是公司的核心。我们每年都会安排健康检查、疫苗补助，在今年 COVID-19 疫情影响之下，提供同仁居家办公、防疫假及保险等等，落实员工安全为第一步，接着才能达成提供全人类健康服务的双赢目标。当然，在身体健康以外，对员工的身心灵平衡也相当的重视。年度安排多元丰富的课程与活动，能丰富同仁的尝试以及提供舒压的管道。而针对企业永续经营发展，除了在员工照护面向上有许多作为之外，更延伸到家庭及社会。我们鼓励员工与眷属共同参加公司与社会的活动，如此能让眷属对员工在职期间感到安心，同时也能从回馈社会公益体认到施比受更有福的心境。东升华将持续创造企业员工社会三赢的幸福职场，盼与社会一同走向健康共好的未来。